顺风，钱顺风，哎，哎呀，小姨夫，哎，小姨夫你可来了，哎呀，小姨夫，我等了你半天了啊。这个欠条是你欠我的10万块钱的欠条，现在我把欠条给你，你肯定也准备好了啊。来，你撕还是我撕？咱俩都别撕。怎么了？那个钱我没带来。你没带来？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。小姨夫啊，你可坑死我了。你这个10万块钱要是不还我，我就还不了别人，人家今天到家里来取来，你现在告诉我你没钱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你先坐，你先坐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肯定是特别诚信的一个人，但是现在没办法，我实在没凑齐，你宽限我一天，明天我就给你拿来。我可以宽限你一天，人家能宽限我一天吗？我这个坎儿过不去，人家一会儿就来。谁来？谁呀？小吴来了。干什么的？来要钱的呀，来拿钱的，我欠人家10万块钱呢。小姨夫，一会儿这个人进来以后，咱俩演一出戏啊，你就求我给你投资，数目越大越好，让他感觉到我欠他这10万块钱不叫事儿，只要能拖一天，你不就还给我了吗？对，你还给我了，我就还给他。钱顺风啊，钱顺风啊，我发现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啊，聪明。你就别表扬我了，你这时候。好啊。你一定要尊重我啊！一定要尊重我。那我喊你什么？你喊我，要不你喊我小姨夫吧。我喊你小姨夫。对，你喊我小姨夫。哦，对，现在嘛，谁有钱辈儿谁大。好，小姨夫。哎，真答应啊！开门。来的，你这样啊，一会儿啊，你先把他支走。你要是支不走，我再出来。好，你先休息。小姨夫，你去吧。对，快点啊！加油，交给我了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来，请进啊。那个，我刚才打过电话啊。你是钱总吧？来，这个是欠条，你看是你撕啊还是我撕啊？我觉得都别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钱总。啊？哦，那你我怎么可能是高大威猛、风度翩翩的钱总呢？您是？是他小姨夫。啊，他是我小姨夫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那钱总呢？他现在刚谈完1亿的生意。所以说他特别累，正在休息，啊，1亿，知道吧？你先回去，明天把钱打给你。行，好吧。好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就回去了。我是来要钱的，我今天必须见着钱总，要不然我没法交差。是。钱总，明天也一样。钱总，你听我说。那钱总，你出来一下。谁呀？哎呀，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小姨夫。哎呀，没办法了。啊，他非要见你。哦，谁呀？这是。您就是那个高大威猛、风度翩翩的钱总。正是我。你好，你好。那个，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，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。哦，我知道。嗨，10万块钱是不是？对。行，你先请坐吧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还有点事儿没处理。小姨夫，哎，怎么办？那咱俩这个项目接着谈吧。哦，对，好吧。你请坐，我还有点事儿啊。哦，好。哎、小姨夫啊，你接着说。你看，你哪儿不舒服？我很舒服。我明白了。谈项目，是这样的，现在呢，这个，你就把那1亿给我吧，我也不容易，项目等着用呢。求求你，那1亿对你来说不就是9牛1毛吗？好不好？哎呀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1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啊。哎呀，但是我得考虑。不是陈总，你看我这10万块钱就不用考虑，你能不能先把10万块钱给我？你等会儿，你考虑。哎呀，钱总还考虑什么呀？啊，小姨夫，哎，咱们是亲戚，对，你撒了那么多的钱，你还差我这1亿啊？对不对？你给我，完了我这个项目就能进行下去。你跟他说什么项目？我告诉你说，这个项目你知道吗？这个项目分前期、中期和后期，特别大的项目。这个项目我跟你说，全国，你哪儿的人？我湖北人。他湖北人。湖北人有一句谚语，知不知道？天上湖北佬，地下九头鸟。湖北人我知道。哎呀，湖北人厉害。湖北到我们东北很远呀。你说正
事儿，我钱。对，项目。对，这个项目是这样的，你对东北不了解吧？啊，东北冬天哎呀这个冷啊，夏天都有点热，我们就想呢，让东北这些人啊，夏天能凉快点，冬天能暖和点，是不是大项目？对的，这是个大项目。怎么样？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冬天暖和点，夏天凉快点。你家装个空调不就完了吗？冬天还有暖气。是啊，你说的这是物理，屋外呢？大兴安岭，松嫩平原，跟俄罗斯挨着，怎么整？都要这样。你要屋外头也冬暖夏凉，那你这一个亿也不够啊。是啊，这不差你那10万吗？你进来，我也进来，大伙儿一块儿。啊，不是，你参不参加吧？我不参加，我参加什么？我参加。小姨夫，你过来吧你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是编了个什么项目啊？你这来，等会儿来，停。不，你俩到底谁是谁？小姨夫？他是我小姨夫。那他怎么管你叫小姨夫呢？我叫了吗？他叫了吗？叫了。你想想，他投那么多的空调，他是不是心里乱？他懵了。哎呀，行，你明白吧？回来了，你别着急。哎，来姐了，小姨夫也在呀。啊，咋的了？都别动啊！你管他叫什么？小姨夫。你管他叫什么？小姨夫。那你管他叫什么呀？钱顺风啊。钱顺风，钱顺风是你叫的，钱顺风是你叫的。一直都这么不听话的孩子，你是不是叫我小姨夫？对呀、啊。我现在已经管他叫小姨夫了。啊？啥？你想想，你算算，你管他叫啥？姨老爷。姨老爷？哎。哎什么？哎。呀，不听话呢，怎么？再叫一个，用心叫。姨老爷。哎。用不上，告诉用不上。陈总，你辈儿这么大呀？是，这都是我的孩子。家来写了。妹夫。哎，姐夫，啥时候来的？啊，别，都别动啊！您管他叫妹夫。对啊。您管他叫小姨夫，那你也管他叫小姨夫吧。不是你这个年轻人怎么？让你叫啥就叫啥呗。你看你，你快去快说。啊，那个爸爸。爸爸。这位老同志啊，那个咱家现在有外人，别瞎说话啊。刚才我已经管钱顺风叫姨老爷了。那你这意思，我以后还得管你叫点啥呗？爸，你随意，我没说。哎呀，咱家今儿咋这么热闹呢？你说，你回来了吗？哎，别动。你管他叫妈，啊，完你俩管他叫小姨夫。那请问这位老人家管这位老人家叫什么呀？姨老。不是，你这孩子谁家的？你说你把我这蒙圈了，这你蒙啥圈呀、啊，姐？姐，不是这个老太太，你猜你是谁？我们在这玩，你猜你是谁呢？我明白了，你们玩游戏呢？啊，对。哎呀，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玩的游戏啊，咱这岁数大人就是参与不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有个睡中午觉的时间。来，老头，走睡觉去。别动。你们家外孙子跟姨姥一块睡觉啊？你别看他长得老，他岁数小，就打小一块睡习惯了。哎呀，行了，
别在那编了，我都演不下去了。啥玩意儿？哪儿跟哪儿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，人俩一块睡，咋的了？还呀，他看见了吗？钱总，我老公，我俩是两口子啊。都是两口子是吗？对，近亲结婚。谁？陈总啊，哎，那一个亿也没有了呗？那一个亿没有。那东北的气候还得维持现状。我估计得维持一阵。你说了算咋？我钱呢？钱，我是来要钱的。你给我扯一堆大姨大姨，这什么用啊？大外甥，解释，再大外甥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实在编不下去了。钱总不欠你钱吗？对啊，今天周转不过来了，就想呀拖延一天。我们这是编的乱七八糟的，就想拖延一天。求求你，明天一定给你。对，我害怕他的眼神，不相信。你干什么？我的身份证压在你这儿，我现在就给你取钱去，好不好？他的钱我来还。哎呀，你别动，你还欠我10万块钱呢，你哪来的钱还人家呀？春风啊，咱们什么人都可以丢，但是这诚信咱不能丢。我现在我去押房子。等会儿，你叫郭有亮啊？怎么的？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永远叫郭有亮。你认识李保国吗？李保国啊？保国？对啊，我认识啊。这还欠我10万块钱呢。大哥呀，我是李总的表弟，我今天来找钱总要这10万块钱，就是为了还您的10万块钱。哎，啊！你等会儿，我捋捋啊。啊，你哥欠我10万块钱啊？对，我欠他10万块钱，他欠你哥10万块钱。对，那咱们仨人都齐了，现在没钱，那这事还是办不了啊。你这……哎呦，大哥呀，你这个算账能力，你做这么多年生意怎么挣的钱？我没挣过钱。做生意挣的全是条子，打麻将赢的全是妃子。来来来，这样啊，那欠条都带了吧？啊，欠条在这儿呢。来来来，拿出来。你把欠条给我，我把欠条给你，你把欠条给他，完事儿了吗？啊，这么简单？对呀。你等会儿，我给你，你给我，我给你。我的呢？我给你。哦，在这儿回来了。啊，嗨。那这欠条是你撕还是我撕啊？要我说呀，大家一块撕，来吧。哎呀，那就行了。嗨、哎，对了吗？这不完事儿了吗？哎呀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，解决了。对，哎，你跟我说说这穿什么颜色呀？哎，大姐夫，我一会儿出门，我穿双什么颜色的鞋呢？红色。红鞋。那我戴个什么帽子呢？绿色可以。绿帽子？不是，那我穿什么衣服啊？裸色。哎，大姐夫，哎，来，这快先挂了。我回头给你打啊，回头给你打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呀？我一会儿见客户啊，你让我穿双红鞋，戴个绿帽子，中间裸着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干啥呀？你裸着，你敢裸着，人家敢看吗？你让我这么穿的呀？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穿了？你刚才说让我穿红鞋戴绿帽子。哎呀，我这跟人家打电话呢，人家告诉我汽车的颜色。哎呦，你这看车呢？啊，哎呦，大姐夫，你说看人家车你眼不红啊？你又买不起。不是顺风啊，你这个人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听呢？怎么难听呢？那我怎么就买不起车呢？哎呦，就你那点工资你还买车啊？赵刚子，我把话撂这儿啊，你买汽车那天就是我钱顺风买飞机那天。别忘了啊。我忘不了。哎呀，等会儿问你事儿呢。啥事儿？我一会儿出去，我那双皮鞋搁哪儿了？你皮鞋多了，我哪知道哪双啊？就是6000块钱我买的那双鞋，鞋柜里呢。我一说价钱他就想起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6000块钱买双鞋，你说烧包不烧包？就他这双鞋够吃我多少年大葱的。哎呀，咋的喽？哎呦，锃明瓦亮。味儿不味儿？味儿什么呀？味儿。哎呀，哎，
大姐夫啊，哎，你看这双鞋啊，我记着我买这双鞋的时候啊，我是身家百万，我今天就要穿上它，我重走辉煌路。行，就你这回的买卖辉煌了啊，你能不能说点好话？辉煌你就一块儿说，还辉煌了。不是不是，大姐夫，你等放下你的葱，干啥呀？哎，你看这双鞋，我平时也不怎么穿，好像怎么不这么亮了呢？能亮吗？这么好的鞋，你也不上油，也不保养的，真是。哎，大姐夫，啊，这是油啊，这是鞋啊，来，你帮我上上鞋。哎哎哎哎哎哎，钱顺风啊，怎么了？不是在这个家里，你让我给你干活，就这么理直气壮吗？行行行行。啥意思啊？来，我给你20块钱，你帮我擦皮鞋行不？啊，咱俩都是女婿啊，这鞋你就不能自己擦吗？不是，咱俩是都是女婿，咱俩在家的位置不一样。怎么呢？你是干物业的，专门搞服务的，我是民营企业家，我是负责赚钱的呀。你看在咱们这个家里，你服务我赚钱，你看咱俩配合的多好。那你这话说的有理啊！我也赚钱呢，没说你不赚钱啊，你赚得慢啊，我赚得快啊。拿着，啊，自己干吧，大姐夫，干啥？让你帮我擦擦皮鞋，怎么了？街坊邻居们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你听听，我容易吗？我这辈子我倒霉你身上了，我跟你，你这房子首付压了我一辈子。不是，大姐夫啊，你好好擦，我这笔买卖要谈下来有你的好处啊。哎，到时候我会越来越富，越来越富，越来越富，我就是咱们家的岳父。岳父来，岳父，岳父，岳父。我一会儿出门啊，赶紧擦啊。哎呀，赵经理。哎，爸，为首付服务呢。你顺风要跟人家出去谈个买卖，让我帮他把鞋擦一下。你就这么惯着他吧，你以为你这是为他好呢？你早晚把他给惯出毛病来。为啥呢？为啥？你没看见钱顺风吗？最近是越来越飘，越来越嘚瑟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为啥呢？他不就是觉得他有俩钱吗？我告诉你这么的啊，一会儿和我演一出戏。为啥呢？为啥？咱就板板他这毛病，治治他这脾气，我让他知道知道，在这个家里他到底算老几。行，听我的啊啊！一会儿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都得顺着我。明白。千万别问我为什么。明白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就好办了。为啥呢？喂。哎呀，这行，穿这身可以吧？那个刚子。啊，我刚才到福利彩票那个兑奖那地方去了啊。你昨天买那张奖券中上了，2等奖，奖金20万。我中了20万。对，为啥呢？你点子好。为啥呢？为啥呢？不是，爸，自从我做生意以后啊，对钱这个字我听得特别真切。什么20万？什么奖券？我看看。岳父说话首富不信呢？岳父说话首富肯定信，就是我大姐夫能中20万，我实在是不能相信。哎，钱顺风啊，怎么的？我就不能挣钱吗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挣了20万。你见过20万吗？有20万你都不一定会花。你太气人了！我告诉你我怎么花啊！来来来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怎么花啊。喂。车行吗？那个新能源车我要了。对，另外我问一下，你们车行卖飞机吗？有人让我打听一下波音747现在什么价格。啥？这人吃饱了撑的，我觉得他也是吃饱了撑的。不是，大姐夫，谁要买飞机啊？你呀、啊、我买不起飞机。你看你不是说了吗，只要我买了汽车你就买飞机。爸，他说没说？刚说完我听着了。街坊邻居他说没说？买吧，波音747。你真中了20万呢、啊？我中了。哎呦，大姐夫啊，你有20万，你会花吗？哎，会。哎，钱顺风提出这个是个问题。刚子，你过来来啊。你这样，我是你岳父吗？是啊。我说话你听吗？听啊。听你就听我的啊。把你奖金这20万，你送给钱顺风。岳父，爸爸，爸爸，岳父。
你英明，英明，英明。这不是什么英明不英明啊啊！当初咱们家买房子的时候啊，首付那20万不是你付的吗？我付的，是吧？现在刚才中奖中了20万啊，我让他把这奖金20万送给你，好，以后咱们家这个首付啊就不是你了。当初我们家买房的时候有点困难，你能挺身而出，拿出20万交首付，你是条汉子啊，你酷啊，你霸道啊。但是那时候呢，咱们刚子有点心有余力不足啊。现在不一样了啊，刚子有钱了，他火了，他有听了，马上就又发财了。从今以后，在这个家里，记住了啊，我是你岳父，岳父，他是你首富。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就是说我这回我上听了，对吧？我一把我就胡了20万，对吧？以后我就是首付了。街坊邻居们，俺们家从今天开始，房子的首付是谁付的？哎呦，我的小心脏哎！我跟你说，顺风，哎呦，我怎么这么难受呢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后边还有难受的。你说，你记住，你不是什么黄鹂鸟，我是，你就是一只小小鸟，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怎么也飞不高。我的天，你嗓子还挺好。好，这位大姐吧，哎，那行吧，那个20万你快给我，我现在正需要20万，我到处借呢，借不着。不是这个。是这样啊，当初你是首付的时候，对呀，你往外掏钱的时候，这么痛快过吗？没有，挺痛快的呀。我不是，是不是有个程序？他每次都有个程序。哎，你按程序走。好，行行行行，大姐夫来来来来，你快坐下，你坐你坐啊。哎呀，你干啥？按程序走啊。大姐夫你好，哎，你哪儿不舒服？我给你捏捏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你捏我呀，还是掐我呀？我这不给你按摩吗？你这按摩太难受，别人受不了啊。你这样吧，我这鞋有点脏了，我给你擦。哎呀，什么了不起的？快点！还有鞋油啊！还有鞋油，行行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妈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往哪抹？我这袜子，你看你给我抹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擦鞋吗？这不是擦鞋，你也不能往袜子上抹呀！你这不……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你把这点鞋油，你得弄到鞋上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这袜子上。哎呀，这行了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这擦个鞋还……哎呀，我这……妈，你快点行不行啊？一会儿人家都等着。哎，干啥呢？啊，我给首付擦鞋呢。啥？给我啥首付啊？啊，咱家房子的首付啊。不，咱家房子首付不你吗？没有，从今天开始就我了。啥情况啊？媳妇儿，来，是这么个情况，大姐夫手好啊，他买一张奖券中个2等奖，中了20万，人家把房子首付还给咱了。还给你就要啊？那不要怎么咋的？那你缺钱呢？我没有，就正要借这20万呢。这20万来了，对，哎呦，对，我还得赶紧把这约会给取消了。我这回去就是借那20万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喂，喂，老黄啊，什么？让我叫你黄总？我凭什么叫你黄总啊？我不就是借你20万吗？哎，小黄。我说哎，你好好想想，我就借你这20万，你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，哎，怎么着呀？你想啊？什么？对，我今天不去了，正式告诉你，20万我有了。哦，菜都上来了，自己吃吧，自己付钱。大老板，大老板的气势，还搁那儿忒忒的乐呢？怎么了？心咋那么大呢？怎么的了？啊？你知道你在我们家这几年为什么这么叱咤吗？那前日说我优秀啊。你谁给你的自信呢？来，我给你今儿上一课啊，对比一下。大姐夫，麻烦你出来一下来。啊，找你干啥呀？来来来，你俩站一块儿来。是怎么的了？对比一下啊，在这个家里，我问你，论海拔，你有人家个高吗？好像差不多吧。差一块呢。你有人家眼睛大吗？好像差不多吧。你使劲瞪都没有人闭上大。
你长得颜值有人家好吗？好像也差不多吧。别好像了，差老远了。那就相当于我大姐夫站楼顶上，你直接被拍地下室去了。还有啊，再看咱家这三个男人，来，爸你也过来一下，来。哎呦，我的事儿呢？现在这个家里，这个是岳父，这个已经从大姐夫升为了首富，你就是我丈夫。我明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从贵妇变成了怨妇。咋的？你还不服吗？我服了，怪不得刚才街坊邻居们一喊首富是他的，我这个心像针扎了一下似的。我比你扎的还疼呢。你就琢磨，你说挺好一首富，你给我整没了，然后让我在家里还怎么横晃啊？啊，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呀？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夫？我怎么征服小米粒啊？对呀，我怎么在我爸爸面前以后耍驴呀？对呀，我二驴子称二虎，你是不是在江湖上消失了？那以后你该驴还驴，驴的不硬气。哎呀，二姑娘，哎，听爸，听爸跟你说啊，你都在咱们家驴了几十年了，够辛苦的了，是不？是吧？以后吧，你接着还驴，没事，别这么伤心，别难过啊。刚才那个事儿是我逗钱顺风玩呢，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。不信。真没那么回事儿，这事儿爸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？没这事儿啊，不哭啊，没这事儿，没这事儿就好了，没这事儿，那二十万呢？根本就没有啊！大姐夫，你奖券呢？我从来不买奖券。我二十万我必须得到手啊，我今天得给人家交钱签合同啊。你不找那黄总借了吗？对，黄总，我还借什么呀？我呀，我平时这黄总我都当爷爷伺候着，我今天就要他小黄了都。他能借给我吗？哎呦，我说爸呀，大姐夫，你俩可就坑死我吧。哎呀，大姐夫，你俩这玩笑开的真是有点大了。哎呀，这公司都没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。这可怎么整啊？你说这玩意儿。哭啥？你别哭，你别哭啊！别哭。哎，我没想到。大姐夫，从这你声叹息当中，我听出来你肯定有办法了。快把办法告诉我。是不是？哎。这张卡里有二十万，你拿着。假的吧？钱顺风啊，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就不能有钱呢？你哪来的二十万呢？你爸给的我二十万。偏心眼儿。不是，我是他岳父，他说的那个爸不是我这个爸，他那个爸是他自己的爸。我爸爸给了我二十万。哦，就是养鸡那个。对呀，怎么你不是瞧不起我爸吗？他怎么？我还告诉你啊，我爸继承了我爷爷的遗志，在家回去就养鸡啊。他养的不是一般的鸡，那是他养的是斗鸡。斗鸡。今年挣了120万。哎呦，我爸把这零头20万给我了。哦，零头给你了。嗯，他怎么不把整头给你？那没给，他说这100万得留着给我找一个后妈。那你爸可真有正事儿。我爸在这方面不如咱爸。我让你夸我了，顺风啊，我跟你说实在话，哎，这里边本来啊有20万，哦，我呢想拿出10万来呢买一辆车，哦，另外10万呢本来就打算给你，你看当初咱们家这个房子首付是20万，对，我也是女婿，你也是女婿，按理说咱俩应该平分，当时我不是没钱吗？对吧？正好你现在不是缺钱吗？来，这里边20万一分没动。你拿走，那你这车就买不成了。没事，车不要紧，你先救你这个急。另外你放心啊，咱们家这个房子的首付的名誉称号在外边永远属于你。我不好意思。是这顺风啊。哎，爸，你看看你大姐夫是怎么说的，是怎么做的。是，你再想想平时你自己。是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是和谐才是咱们的家风，记住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是你岳父，是，他是你姐夫，姐夫，他是你媳妇，媳妇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你永远是咱们家的首富。
干啥呢？在家练歌呢。不是，这都啥年代的古董，你搁哪儿淘的来的？现在谁还拿着录音机听歌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肤浅。这台录音机对我家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啥意义？想当年我爸就是用这台录音机在我妈上下班的路上对她围追截堵，用一种不要脸的精神俘虏了我妈的芳心，于是乎我就诞生了。我要继承我家的优良传统，要向我爸学习，用他的方式追求你，感动你，温暖你，黏着你，粘着你，呼着你，征服你。哎呀，你可别恶心我了，行吧？你说你那大脑袋瓜子一天都寻思啥？寻思你。别少废话吧。哎，对了，我找你有正事儿啊。啥事儿？是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我看你一眼我浑身难受。我不难受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那啥，我家门锁坏了，我已经打电话过人叫人修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你在这帮我看一下家啊，我有急事出去一趟。你干啥去？找谁去？我呀，啊，我找田笨笨去约会去。你管着吗？小美丽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啊？你找田笨笨约会去，让我给你看家，你肚脐眼吹喇叭咋想的呀？不许看。那你再跟我厉害一个，你看不看？不看。看不看？看。贱蹄子吧，好好看着啊。白看呢？那你还想咋的呀？给点奖励呗。啥奖励啊？来，我给你奖励，来，来，过来，摇摇摇！哎呀，我的妈！给你奖励，给你奖励，给你奖励！告诉你啊，给我好好看家。小敏丽，你行啊！我要是给你好好看家，我就是你孙子。你走我就走，我住你家一会儿就进贼，把你家东西全偷光。最好把房子都扛走，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愿望。招贼！活动活动，快点快点，等会儿赶紧把假帽子脱。你都干了？这哥，你不让我快点吗？不然你快点，你也不能把我排到呛里面去啊！啥事儿？你自己下盘不稳，走。耶。那家是不是这家？那按报修单上那就这家啊。这门咋还开着嘞？你不知道啊？耶，不是你这。哎，有人没？有人没人？我那媳妇说他家还打起来。不是哥，你别害怕，我手机铃声。能下来？你说你啥铃声不好？你怎么大岔了声音？不，那神经病！大老爷们儿嘛，铃声必须得霸气点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哥，那个你先休锁，我要给你找找他们家人去啊。拜老人家不烦啊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有人在家吗？家里有人没？咦，小问题。有啥嘞？哥，你看这是啥？破录音机。什么叫破录音机？一点都不懂。这可是经典款、限量版、已经停产了的老牌录音机。你也看，这么些年我一直收藏这种东西，所有的型号、所有的款式基本上都有了，就差这一个我没有。万万没想到，今天在这儿我碰上它了。哥，你说这是缘分。咦。那是人家的东西啊，又不是你的。那不是我的，我商量商量买过来呗。你想买就买啊，人家要不卖你，你不卖不了。我花高价，我肯定能买过来。哥，你身上带钱没？我没带钱，我出门那嫂子把我身上的钱都搜光了。这么着，今天我先把它拿走，明天我送钱来。出去！
疯了你？那人家的东西，你岁数大，那不是偷吗你？我也没说你啊，我就喜欢他。你真的，你让我揣兜里边有鞋那一会儿，那就是偷。不是，那我要放这儿呢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儿呢？那不是偷。我就揣兜里试试合不合适。那就是偷。哎呀，那行，我就搁手里这么攥着。神经病！一会儿人来了，我跟他好好商量。哎呀，什么？光顾着生气了，录音机拉长点。对，你能撒开不？这录音机是你的呀？啊，你说这事儿咱俩还有商量没？能，你先撒手行不？行，哥一定跟你商量。商量也没用，给我放那去。这你看你那人老急火钻脸，你是谁？我是这家少主人。别去人了。凭啥呀？凭啥，大哥？这个理由很充分，怕啥来啥，没想到美好的愿望实现了。我不是舍命不舍财的人啊，我兜真没钱。那你要没钱，我把录音机拿走行不？行，我去，我要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进来还没多大的事儿啊，用枪搂我呀？哎呀，我说命。你这是连啥来着？不是，大哥，我真没钱。你不就想要钱吗？啊！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在这儿坐着等一会儿，有钱人马上就回来，行不？要不咱等会儿？那坐会儿吧。坐等会儿。我给你俩，我给你俩拿点吃的去。看你俩好像都饿了都。哎呀，坐着歇会儿啊。哎呀，老弟啊。这录音机这事儿我不能唱，他能给我。愣唱咱也不能要，咱要要钱。不是你要钱干啥？我觉得录音机比钱重要。我出门就是来挣钱养家糊口，我就是要要钱。你呀、啊、就是没追求，我告诉你是录音机老好。录音机有啥用了？哎呀，我哎呀，你瞅你俩吵吵啥呀？你一惊一乍的，还能好好合作吗？那你俩呀那呀？咋了这是？大哥。西瓜，西瓜，这还能吃吗？这，这都是你的，哥。那啥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二位好汉，干这行多少年了？咦，那可是有念头了，那是安家祖传的手艺。是，我俩都祖传好几辈了。那你俩的祖师爷，应该是石谦吧？你说啥啥的，是个冒贼。你们什么叫冒贼？那叫梁山好汉。那就是个冒贼，就是梁山好汉。哎，这这这这，好汉，你们都是好汉，都是靠技术吃饭的。那是那是那是，差的有点。那个，再问一句，你们最近干这活稳当吗？那从来没使过手。公安局不管吗？管啊。是不是最近管得挺松啊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就是我在那儿吧，都有备案。对，俺都是在俺嘞。完了，遇上老炮了。那啥呀？听弟弟一句劝啊，不怕万一，就怕一万。常在河边走，没有不淹着的。门口就是阳光大道。出去之后，世界都是你们俩的。那兄弟，你到底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我就是说，你俩能不能出去？不着，俺要钱嘞。录音机给你，能不能出去？那我能出去。不能出去，要这有啥用？我要钱。不是，人家都说给录音机了，那我出去不就完了吗？你要钱，你要你的。那也不行，谁都不能走。不，什么叫谁都不能走呢？那咱俩不走，录音机一会儿不给了，不给也不能走。不是你这人咋这样的？赶紧走吧！我咋了？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你俩谁都不能走，你俩不走我走。哎哎哎！你站住！哎呀，站住！哎呀，我去你的吧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
这是你才是怎么的？我手缩了，你说我们俩靠技术吃饭的，你怎么上来？你这人，小明玲，小明玲，他俩是贼，他管我要钱，他偷我的录音机，他。我当然要钱了，我说完说你不给我钱。就是我啊，那他为啥偷我录音机啊？我谁说偷了？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买行不行啊？我说管你管你就管你，我不让你打你非得打，你打了要把咱俩当小偷了。那我不说我揣兜里试试吗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地方就没事了呗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地方就没事了呗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哎呀，我的命！咋了？妹妹，我跟你说，我来咱家修锁了，我锁修好了。那这伙计把我就当一小偷了，你说他脑子缺啥？缺根弦儿。他缺心眼儿。我就是个修锁的，他非说我是个小偷。啊，你俩是修锁的啊？误会啊，误会，误会你个头啊你！王小倩，你天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，人俩人就修锁，你搁这闹腾什么呀？还把我家门给我踹坏了，咋整吧？那师傅，要不你再给修修门？再给一份钱，哥。钱不是问题，修好了录音机都可以给你。哎，你说好没？那这锁我修了。嘿嘿嘿，快乐是个宝贝，没谁找到了谁不累。嘿嘿嘿，快乐是个蛋糕，谁分享谁就嗨皮。大米面和二米面和二米面和小米面和小米面都是神面。